如何开口说爱你，下集怎样向相识的朋友开口讲话我爱你，其实都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，处理得不好的话，分分钟可能连朋友都没得做了。五嚿水啊，你为什么知道我在这里？哦，嗱，你两点钟咧就约咗打煲台，咁咧四点就同阿 N 去 T， 跟住夜晚约咗你阿妈食饭。啊，你阿妈仲煲咗你最中意饮嘅水鱼汤添啊！你跟踪我？我冇啊，你老母赚我老母50,000麻雀数，啲料系你老母话我知嘅。你好嘢，你老母好嘢啲，六亲相应。女人都是喜欢听旁人的意见，如果你想搞定她，首先就要搞定她身边的人，尤其是反对势力。家姐，站住，有牌都未是啊，什么事啊？没有，两张陈奕迅今晚演唱会飞打算送给你和男朋友看嘛。那么好，有什么企图先？今晚12点前不要回来。这么晚搭的士的。好啊，玩得开心啲啊！大力，喂，讲个秘密俾你知啊！阿妹今日姨妈嚟，你执衫啊！又是這樣，放心啦，你连成功的老母都做了，下次一定得的啦。成功的老母是谁？不是你，失败仔。我是成功的老母，我的仔是失败。姑煲迷阵。女人天生都有一种喜欢跟人争的性格，所谓收田没人耕，耕开有人争，如果你想她都耕一份，首先你要自抬身价啦。呢度整翻高啲，哦，专心啲啦做嘢，哦，喂 ，Four 啊，哈哈哈哈哈，系啊，记得记得记得，今晚啊嘛，好好好，拜拜拜拜，真系好烦嘅真系 ，Four 啊，读紧 MBA 个下铺啊。我咪就係佢咯，今個月第八單啊呢個。我有啲口渴啊，我想飲可樂。哦，好啊，我攞俾你啊。嗱，唔該。乜白骨龍改咗英文名叫 Flora 咩？Flora 骨窿啊嘛。边个叫你连电话簿入边啲名都唔改就叫人打嚟咧？你估女人真系咁易俾人呃咩？死蠢！坚持是金。我识得有个视障人士，佢用咗足足10年嘅时间去追一个靓女护士，最后俾佢成功咗。其实女仔系好感性嘅动物嚟噶，只要你感动到佢，咁你就成功噶啦。小雅，我知道我唔系你心目中嗰杯茶。无论你生子宫颈癌、乳癌、喉癌、眼癌，定系跌断手脚、烂面毁容，我都一样系咁爱你噶，爱你嘅阿 D。咩事啊，妹？阿哥，个变态佬今日星期写咗10几个咁样嘅 SMS 俾我，好惊啊！点算啊？啊，佢几好文采噶喎！吓，帮佢报警啦。嗯。做咩咁鬼书啊？我俾差佬通缉啊！啊？咁大镬！我谂我要避下风头噶啦。咁你谂住翻大陆啊，定系过大海啊？我谂过噶啦，去你屋企最安全。哦。喂，你走啦！屋企真系唔啱你噶。你老母应承咗俾我入你间房噶。唉。喂。是时候报警啦！我咪讲呢句，我唔知啊。个变态佬 send 咗10几个 message 都系咁样。点样啊？点样啊？点样啊？咁样都会做啊？咁样呢女吓？